如果再去重新念美国的教育历史，然后写美国的当地的政策的话，我可能会 key 小。那么，你愿意提早下班吗？我又跑到外面来念书了。早安，啊，好累哦！刚刚上班3个小时而已，突然就被通知说，今天小孩不多。那么你愿意提早下班吗？好。然后呢，我就有点被轻视的感觉嘛。可是他们很客气啦，但是就是因为我是最菜的，所以也好，早点回家休息。我已经好几天没有正常大便了，所以听到这个消息之后，我马上冲去厕所，终于大便了，就去医院拿报告，然后去银行办一点事情，学校的银行。哦对，昨天上课上到一半啊，昨天4点的课，大概4点半5点的时候接到电话。医生打来说，很恭喜你的报告结果是阴性反应，所以我根本就没有肺结核啊。幸好被说服，没有傻傻的吃9个月的药，但是就是多付了一笔钱去做比较正式的测验，就抽血抽了3罐。我本来要录影的，可是想说有点血腥，算了。抽完之后都 OK， 就一块 OK。Anyway， 医生打来就说是阴性的，所以就不用吃药了，你也不用来看我了。然后我就有点落寞，因为医生人蛮好的，如果可以回去一直跟他聊天也不错啦。只是不能这样想，因为不用吃药，耶、yeah ！我也没病，耶、yeah ！耶、yeah ！然后再去银行办点事，回来好累哦。我刚在用那个网络的银行在开通，弄到快睡着了，所以我现在要来补眠一下，也差不多时间要下班了。对了，昨天上课的时候做了一些手工艺，这边就是看到什么就把它剪下来。好了，看完这个我就要睡觉了，好累哦，好累，好累哦。那么就拜拜咯，晚安。这是我的期中报告，要讨论语言的政策。这是我的大纲，这也不算大纲，这是我的好啦，大纲，这是我的大纲。小纸条是写我可以参考的标准跟资料，然后铅笔的部分是大纲完成之后的注解，是不是应该要做修改？然后蓝色的部分是，原本已经写好的东西。是的，突然想这样讲，应该还赶得上期末考。所以，如果你对12年国教有任何看法，请你在下面留言。不要在 Facebook 留言哦，在 YouTube 留言，我可以把你当资料一部分，匿名的 data， 然后我把你写进我的报告里。当然，如果只是喜欢不喜欢，那就没有写的意义啦。你一定要写清楚为什么，为什么支持，为什么反对。然后因为这堂课是针对政策，所以我比较 focus 在那个最大，就是12年国教的看法，再来是国中会考，最小最小的细目是写作测验，所以最终最终 focus 在写作测验上面，很大的影响啊，很大的影响。因为当初他们要办写作测验，原因是因为要增加学生的批判能力的思考能力，还有表达能力。结果好像到最后结果出来不是这样啊，网站上给的数据就很数据，
就真的只是数据而已，几个人拿满分，几个人拿零分，这种东西根本就看不出来学生是不是真的有具备批判思考的能力。真的去看六分的那些人的作文或者是范本，我不觉得，也大部分人都不觉得是有。哦，刚刚室友进来，好，被我剪掉了，刚讲到哪都忘了。 anyway， 如果真的剪接来得及的话，大概是什么时候，12月吧，大概11月底就要写完，然后12月初就要交出去了，所以剩下1个月的时间，如果我剪接来得及的话 OK。 幸好我现在非常庆幸当初没有选择去写美国当地就 San Diego 的那个政策哦，光看中文就搞这么头昏了。如果再去重新念美国的教育历史，然后写美国的当地的政策的话，我可能会啼笑。幸好班上另外两个中国的学生也都是写中国的政策哦，耳朵太好，有人的火警警报器又响了，哦，没了，幸好。我刚刚讲到哪？他们也不知道台湾的政策走向，我也真的没有听过他们的政策走向，所以就觉得很有点国籍上有这种东西真的很难讨论，尤其是你知道很多政治色彩的东西，然后如果真的想到的话，在班上我也不太敢讲出来，因为我觉得太政治化了，真的太政治化了。有时候教育政策真的都离不开政治，这种东西就很难保持中立去做批判。唉，要中立，要中立 ，OK， 要中立，诶，中立，中立夜市。好了，这不是重点。好了，我要去 make my second coffee， 最近喝咖啡喝的有点心悸。但是为了打起精神，我要去泡第二杯咖啡了，拜。我们跑来 USD 听演讲喽，听完演讲啦，吃饭。好多人。我看你投诉。哦，听说一个学期就要$40,000的学校。四万美金，我应该没有看错吧？天主教堂的学校是立体的咯，不是印出来的。天黑就拍不太清楚了哦 ，sad。What is bulgogi? Unagi? Freshwater eel? Rib eye?
牛眼睛是吗？牛筋？不是 ，ribeye 是一种牛排。哦，吓死我了！泪眼牛排。Oh god！ 泪眼泪眼。Bulgogi。OK。然后呢？这段一定会剪掉，不然我太蠢了。